件的版型真的非常好，给你们看。我拍照的时候就觉得这件超级好看，总共三个颜色，而且今天开始变冷了，对不对？没错，超冷。对，浅灰系，浅灰系，可可卡，然后我穿黑色，三个颜色都很百搭。它可以绑前面，然后也可以绑后面。那它是做双排扣的设计，我自己是喜欢绑前面，就是腰身看起来会很明显。那如果你要打开穿的话也 OK。这件的话是做防风的面料，穿起来是很挺的那一种。然后手袖的话，我自己很喜欢，就是稍微拉一下，穿起来会比较有精神。那后面的话是有做排扣的，一片领的这个设计，风衣的面料。这件穿起来现在的天气非常的 OK， 就是刚刚好，你里面可以叠穿短袖。可可卡哦，我就喜欢这个色，对不对？而且后面的设计很美，很美，好不好？还有三个扣，这个可以穿到 XL， 手袖伸给你看。我五根手指头，这应该可以放七根手指头，所以这 XL 绝对可以穿。